带护甲的，什么意思？怎么总有人打塞纳是带护甲呀？守卫躲 Q， 没躲掉，黑他一下。如果把他 Q 扭了，他炸了，没扭掉，可惜。怎么说？这两波换血换完，有人炸了，他就一瓶药。他 Q 都不敢吹了，现在。W 没了，上级有机会秒，他能学一，上级的他骗了个 W 就会把他秒了。我无所归依。W 开一下，路跑车。哎，好漏好漏，恼羞成怒了。恼羞成怒了。哦，这波吓给我吓一跳。他这个一放的挺好的，他一把把我的 QQ 躲掉了。吓得我连克两瓶药，兄弟。啊！哇，这个兵给我弄的。麻了。血两级 Q 吧，不然这兵线还推不过去。得快把这边先推过去，不然卡这里了。KD 就会缩短一点。啊？你这不完了吗 ？AQA 点燃不挂了，伤害够了。用一逃跑的，用完还能用一跑的呀。数个数，对啊，我说啊，我所以说你在对线如果很专注的情况下的话，确实没那么好注意到这个小兵。这波永恩确实失误了。大失误，什么时候？有空的时候。管烂了别怕，斩邪！哎，这么能跑吗？不想挂点了，挂下点，这不没大的，没大闪现也能好了，带走。暴杀！这黑色玫瑰大成分弹只能说在主播面前跟黄金没啥区别的。什么时候有空？有空的时候就有空了。哪天如果想收录的话，我会艾特你们的。怎么说？来操作来，想 Q 小兵大杯，怎么这个永恩带走了呀？这永恩是不是有点敏感呀，哥们哈？好像他有点敏感，有点小敏感这个永恩。他们还有什么手段我没见过的呢？他这个一交的有点小敏感。杀大招 ，Q 一下，慢慢杀 ，A W， 先杀一个，一个来 A 一下，一刀，吸，杀神，回家直接没手，回家招的这种人，大招起手你怎么说嘛？他这不就应该先用一的？
他这个用意是可以规避我的，规避我的大招击飞，不过还是得死了，虽然说。我是觉得这个有人打懵了，他前期其实拉扯的还可以的，可以秒，然后开始了，有生命柱先 Q 再 EA 一道 ，AW 点燃带走。主播的嘴跟手速一样快。怎么又双杀了？哎，完了！来来来，来拿了个1000块，来这 battle， 有自信跟我打没有？逃喽！这只是我逃跑路线。稳，稳是不可能稳的，我要开干。这里可能有眼。哎，没大的，哎，吸不到，我吸不到呀！哎，哎，永生命柱不许动 ，Q， 来，完了，哎，拉下来了，哇，啊！这个大，这个大改的有点厉害啊，拉下来了，我把它击飞了，把它拉下来了，而且他那个爆炸果实还炸不走我，好像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，这个大改的，等个永恩，再等个亚索，锁子哥呢？锁子哥，哎呀。我这个跑中路去了，说这个，我要叠三阿叔，我们会斩断他们冰冷且垂危的铁腕，去单带吧，不要无脑去打架了，没必要，我不去找他们了，我让他们来找我。青干也不是亚索的对手啊，换小明后来小明会把他拿下了，是不是？给他开个帅的，啊，有点远了，打断了，哎，让我动一下。哦，还好。这个一压连招方向是对了的，但是太远了。先溜，先溜。哎。一压连招，哎，你给我起来，想逃，我溜了。来来来，猜猜，别打快的，干他，跑一，吸，遇到，用生命柱不许动，再吸，没杀掉吗？啊，这还跑了，这跑了，这锁子哥啊，强悍恐怖如斯啊，你呵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我感觉新盖一拿亚索的话 也不算完全优势吧。如果有小兵的话，新盖那个 1T 不到亚索感觉挺容易被遛狗的，挺容易被操作的。又来一个 EW， 有生命柱不许动，先一 Q 在。哎，他这大招改了之后用的有点快，他这大改了之后，他那个释放速度变快了好多。你们今天看我用了一天这个皮肤，有没有感觉好用啊？看我用了一天，我就喜欢新皮肤。想逃？想逃？不许动！哎，没偷到大招。偷过大好了，偷过大再给你们秀一波一二连招。不要靠近！你为什么不听？一、二、三。干架！干架！干架！管不住我！别跑啊！面对我，翟总。面对我，哎，这是 Nico 啊，哈哈，你这不是倒霉蛋吗？这不是，哇，这泰坦，哎，我都是那啊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就是 Nico， 我还以为做的是泰坦大招呢，我都没注意，我是怎么没飞出去？我做的是假的，对，没想起来。来个永恩吧，我在还在赢之前再秀一波。要把狗塔下了，有生命柱不许动。一个大，再摸你一下，吸，哎，走位，哇！黑色玫瑰的大师，兄弟们。